不开心滴了个小筐，是不是？行。上那淘宝找土豆，就是找土豆，这样的好吃。红皮土豆吗？啊，红皮的面哈，再挖一挖看有没有了，不能有了，不能了。哎呀，这么好，好的不用使劲儿。没有多事儿，都露地表了。哎呀，这个好看呐！看这大哈，把这个你一整一整，嗯，完了都掉了，这个小的不要了。这个小的不好看是吧？那不要，够了。啊，还想挖，今天挖挺过瘾。去，够吃了。再吃再来。咱俩走的时候可以挖点回家拿回家。行。还得摘点豆角。哎，我感觉大土豆挺过瘾的，一薅一大堆。自家菜园的也行啊，这个。嗯。就是摘。贼新鲜。嗯。哎呀。为了穿长袖的不刺挠。你那有叶子。你贴的吧？不是。多好看。你自己粘的。这我衣服上自带的，你不懂，不懂我的时尚。嗯呐。摆了一盆。嗯。粘不上。大伟，啊，你让粉丝猜猜这个是什么？头发菜，叫发菜，叫发菜。对，然后我知道像头发似的一种菜，对，熬汤是吧？对，我见过，这种是特别营养，不铁的，但是我没吃过，像铁丝儿似的，就像铁丝儿，啊，头发，嘎嘎头发，就像头发似的，我知道，特别像。熬羊熬。我今年真的总是脚趾头整了，你说掉个叶子能掉啊？掉个东西能整了？现在是这样的，嗯，有点发绿了，嗯，深绿色。对，来，那是像什么玩意儿？像河里就那死泡子里了，长那些玩意儿，乱糟糟的。那也说是臭水沟子里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新疆给寄来的，多少钱这个？嗯，六七百块钱吧。一斤呐？啊，那么贵呢？嗯，这是野生的。哦，哎呀妈呀！新土豆好去皮儿，好像哈，一刮就掉。听着声。嘎脆哈，跟大苹果似的。真的。李姨是专业的。好不好看？不好看，但是吃的好吃。那你觉得它不都一样吗？吃块儿不一样，就咱东北是这么掰块儿，啊、这样掰块儿，它进能吸在那儿。这个豆角洗完了，给它擦干水，然后放到油里炸的。里面还有肉，这样也好吃。嗯，好嘞，再来点。行。哎呀，闻这味儿都香，像火锅底料的味儿。把蒜放里，都给我。咱这个是我最爱的一道菜。是扒了两下出锅就行，可以出锅了，现在。嗯。关火吧。最后一道硬菜，大肘子。这两根水有点钝呢。呼呼，出锅了。瞅着就有食欲，葱花香菜放那个汤汁儿里头，味素。哎呀，真漂亮！这肘子，嗯、太像样了。
饭店做的哈。比饭店好，我觉得。哎呀。你说这能瘦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小菜儿。嗯，多好。大碴粥，还有头发汤，发菜。哦。发菜熬的。发财汤吗？那边是。乌鸡，那种小乌鸡蛋。嗯。肘子，这个是红烧肉，还有干煸豆角，大鹅蛋。啥都有。那个老虎菜。嗯。开饭了。开饭了。上饭店也不一样。对。这个做的就是像样，胶原蛋白。那，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残的？来吧，大家来一口。怎么那么咸？你这有点太馋人了。嗯。这人不好的。容易没有朋友。太好吃了，味道刚刚好。嗯。